抱怨星星，我待会去找阿队，今天刚起床，然后呢，我昨天又花了阿队一点点的时间，把这边刷到30楼了，然后这样子心那么沙哑，等我接，等下，我要喝水，等一下我去拿水，我刚才喝了一下水，好多，然后今天这敌人是黑敌，我昨天已经把队友配好了，缓速降攻加上超伤，这个的话。真的就是扯而已，缓速肉盾拿不出来，肉盾拿不出来，对恶魔的恶魔矿场拿不出来，暴击猫拿不出来，这个他谁？黄色敌人没屁用。OK， 我觉得我白屋很快被 ban 了，我跟你们讲，白屋100%被 ban。今这局是 ban 8只角色，起码白屋后，我的白屋快被 ban 掉。官方是以最有可能的数量去做那个消解，这感觉不需要的，白悟空，因为咱们砍树就已经蛮扯了，咱先盯着。哎，乖乖的，没有阵容啊，好吧，没有，哎，没品哦，很没品。诺诺先派好了，把控场派完之后再派后排。来了，爆！啊，太痛了吧？我感觉还好。我那盖着那么多强角色啊，真的是白后都派了。但是白后没被变的话，应该可以打后期。哇塞，五整暴击蛮强的。一般来说，这种没有。像这个暗黑猫，它基本上没有到很强派，它应该不会容易那么容易 ban。泡泡猫不要派，它基本上不会 ban 吧？我不知道哎。这缓速它过不来，过不来。期待的白屋后可以不要被 ban 了。但我觉得应该起码可以拯救一只吧，官方没那么机车吧？踩塔。戴手套了，我戴闪电炮。哎，闪电炮来，都打一下。传说猫眼，我昨天40几名吗？38送啊，38。来，8只猫，或者哪几只死掉？我白虎真的被 ban 了，就他还活着。驱魔猫还活着，驱魔猫也不 ban， 你给我 ban 那个白虎哈。今天同样的再打一局，为什么呢？也好玩的呀。啊，我的肉盾脚没了，我肉盾一大堆都没了，我基本都没了。我这什么鬼？恶魔总总该有恢复。先不要放太大，不要放太强的。我看到他们可以用，但我不想用啊。这次可以打不死，这次可以打天。等一下，只打他了。这个影片，他们这几只控场脚后期很有用，我感觉很低啊，上去。电锯冠军搞万火五圣战，这边钢拳不错用啊，带上去。我现在没带肉盾，应该不会输吧？没肉盾应该不容易输吧？我不知道哎。哦，你猫要充电速度好不好？这是非常好约哦。快点啊！莉莉也打歪。哦 ，nice。我也不派狼女，她应该不会被 ban 吧？我不知道哎，她的概率是什么鬼？我想不知道她的概率是什么。上上的莉莉对恶魔总盾超扯，可是他现在 ，nice，OK，击杀，好，恶魔型天气力不能疏忽呢。这局的话应该是被三只吧，2只我记得，不要裂波 ，OK， 不要裂波。哦，手上放在狼女了，狼女被 ban 的话很难玩呢。来闪电跑。
哎，好玩。哎呦，好高。哎，没有这样子。哇、哦，白窝超秀、哦。30万块钱。37，我是前37名啦，可哎，37名，37%。他的报酬是什么回事？没事哦。我现在是37嘛，我起码要降到35，我要降到35以下，这样才可以拿到勋章。虽然每个人勋章没这种差别，可是我觉得有勋章也不错啊。来，变体质。啊啊呀呀呀呀！哎，现在没多少，我们起码可以拯救好不好？哦，我想开直播，每天录影片，很多事，答案又在一堆堆运动掉了哦。多花时间刷一下好了，好，今天就结束，今天拜拜，非洲哥拜拜。